哇，这个门好大的门啊，好可怕的门啊，大门已经开了，怪不得 Lancer 可以过来。一旦我们通过这扇门，我们的冒险就真正开始了，真理之门。但是我坚信你的选择也很重要。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在最后一切都会因为我们怎么对待他们而不同，所以避免我们最大的努力哦，避免战斗走下去吧。所以这有点像和平路线吗？有点像有一个路线的选择吧。如果我们只战斗的话，路线也可能不一样。那一直牢骚的话，可能会是一个充满和平的路线啊，不知道。好，走吧。这边他预设的是希望我们牢骚，牢骚大家，牢骚大家。我相信这个传说会有美满的结局的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恐怕你可能不会得到你喜欢的结果。哦，我很抱歉，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了？我能做到。我能做到。好，见到你的那瞬间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英雄。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吧，好吗？好，就那结局应该没有分好坏吧，就是故事会有不同的发展的感觉哦。走吧，走吧。哦，门还要关上吗？随手关门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。当那扇门在你身后关上时，你的冒险就真正开始了。冒险的力量在你心中闪耀着。好，先来保存。这是平原。继续往前走。好的，我们默默的往前。我们慢慢来哦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就用我们的选择来看一下，我们最后会玩到什么样的结局。希望与梦想的平原，前方有敌人，你们受死吧！刚刚的那个坏人留的，这个是平原。哎，有人，哎，他会追我们，我也被追到了。好，我们对他呢使用说服，说服。方庄最近了，你告诉方庄停手，他的斗志剧烈的动摇了。嘿，啊，哎，打到他了，我是应该不该打他呢？哎，要闪，好，方块，对，是方块没错，他是方块。好，这边呢，他闪烁着平淡无奇的光，我这边要继续行动。我们来说教好了，那我这边呢可以干嘛？可以安抚他，我防御好了，防御。欸，他的防御是用那个围巾欸，他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的感觉。你教育敌人要认识到友善的重要性，他眼睛在发光欸，敌人们开始疲倦了。欸，好欸，什么？好吧，敌人好像快睡着了。哦，斜的敌人快睡着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他快要睡着了。好，他黄色是这样子，就是黄色吧。这样我们就可以，我再说服他，然后这边我们应该可以安抚他吗？安抚他，这应该还没黄吧？还没黄。这样子，你刚刚告诉他停手，斗志剧烈的动摇了。哎，安抚，胜利了。好多钱哦，33块。所以安抚跟牢素是不是有同样的功能啊？我们直接安抚他，所以我们用说教把他说到累了，就把他讲累了，把他讲到累了。好，所以这样也可以获胜。觉得好像是我们唠叨，跟他一直讲话，他就厌烦的话，他就走掉了。如果你在读这个，我想你应该已经死了吧。然后那个小坏蛋留的，
这边，哎，就是他，小坏蛋。哎，别看这块牌子还没完工呢，小坏蛋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家伙吗？你们两个甚至排不上我最喜欢的前五名。好，苏西在哪？您说那个紫色女孩？吼吼吼！你们这些蠢蛋，你们已经阻止不了我了。你做了什么？哈哈，这问题太简单了，我被他揍翻了，所以跑过来。好可怜哦，苏西是不是超强的？这剧情反转有点大，好可怜哦，就被苏西揍死了。那个紫色女孩就在右边，我们去找苏西吧。嘿，如果你走那边，我的部队会揍扁你的。这是在威胁我们吗？我认为这是个邀请。邀请什么？那我走下面会怎么样？诶，下面有一棵树。树上没有可以治疗你的物品，可是这告示牌是那个坏蛋写的，所以一定有。千万别砸看这棵树，然后按息。好，我就是要按。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样子吗？我就是要按。我们先挂着两个东西，拿一个吗？拿。你得到黑暗糖果。哪里？黑暗的糖果可以治愈40点的 HP， 红黑相间的星星，口感像棉花糖，上面还有一颗星耶。我们要再拿吗？可以拿光吗？我们拿光它好了。你得到黑暗糖果，好，我们得到两颗糖果了，走吧。这时候我们在跟树对话的话，没有东西了，走吧走吧。来来来，我们去找苏西。哎哎，怎么有敌人？可以闪，我觉得闪不开，他移动速度好快哦。哇，有两个方块。嘿，我们说教，直接用说教烦死他。那这个我们只能，我们就防御吧，没什么事做。好，疲倦了，哎，只要说教敌人就会疲倦。好，安抚 ，OK。所以有两种方式啊，我闪，没事。好，所以这是一黄一蓝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饶恕他了，饶恕他，饶恕，饶恕。中，你胜利了，我钱越来越多了，64块钱。所以战斗是这样的方式哦。诶，有一个三角脸的人，这个是妈咪呀，我是顶尖大厨，做完三个蛋糕累死我啦，所以我打个滚。但是妈妈咪呀，我被一阵吓人的声响给吓醒了，一头野兽直直的跳上桌子，野蛮的吃掉蛋糕啊，应该是苏西吧。我朝他喷水，他就丝丝跑掉了。但是那我漂亮的蛋糕就……哦，那听起来像是苏西啊！我们必须往右走，我们要阻止他惹更多麻烦了。蛋糕欸，我看啊，为什么还在冒烟？剩下蛋糕在冒烟，拿一块吗？可以拿，拿蛋糕。好，坏掉的蛋糕被放进你的重要物品了。化掉蛋糕，我们取得一个重要物品的坏掉蛋糕。诶，这个蛋糕虽然残缺不全，却翻腾着力量，一位工匠大师可以修好它。为什么蛋糕是用工匠大师来修好的？这个蛋糕是怎么样？为什么是工匠？好奇怪啊，这个太奇怪了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，上面没有路了。哎，又来了，有没有办法闪过他嘞？我闪，不行。哎，有一个不同的人呢，他是心桃，应该就是爱心吧？爱心。那我们就一样，先说教。啊，这个我们就没事做啊。
说教。好，安抚老树茶，59块。好，我觉得没办法绕过去哎、欸，敌人的那个移动速度好快啊。这边又有两个了，拿，好多糖果，拿。好，这边呢看起来是有一个机关，调查时钟，要解决这个谜题，你必须尽快。哎、欸，尽快是怎样？哦哦哦，哦哎、欸，我一直踩，哎、欸，哦一哎、欸、过了，一直踩就对了。总之什么东西亮起来，一直踩就对了。好，看吧，这就是死亡迷宫，准备好迷失吧，小鬼们。好煞气的名字哦。嗯，右边怎么有一个扁扁的那个什么？是不是已经迷路啦？面对这七弯八拐，你们只会感到无比的绝望。你的方向管已经不再奏效了，其实也还好，就一条路而已啊。看上去应该是某种敌人，而且被狠狠的揍了一顿。是苏西干的吗？是苏西啊，横尸遍野，好惨哦。哎哎，好可怜哦，这个是被揍的人。哇，等一下，即使你们是敌人，我也要警告你们，一头紫色野兽正在四处游荡，只要有人胆敢拦住他，就会挨上一顿胖揍。错气，我们根本不想战斗啊，但是我们不能违抗国王的命令。我们得阻止苏西，尽快。这个敌人好好好笑哦，这个敌人表情怎么那么好可怜哦，他看起来好可怜哦。好，所以在右边，苏西根本就大魔王吧。啊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你们闯过了迷宫，但现在心存侥幸还是太早了，看看你们如何对抗这个队伍。哦，好多人好多人，三只星桃。好，我们直接给他们攻，诶，攻围还可以攻围我的伙伴耶，我们来攻围他好了。你命令 Russell 对敌人说些攻围的话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我稍后就准备好茶，你们要不要来一点呢？什么东西啊？好啊，爱心阵，诶，完全没事嘛，这个爱心阵只在旁边绕而已啊。好，你们还没被揍扁啊。你组建的队伍全是支援型的敌人哦，弹哦，还有弹幕类型一点都不平衡啊，就像用三杯牛奶就充当一顿晚餐一样。好，战斗结束后我们再来好好交流一下吧。就那个只是在旁边绕圈圈、哦、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饶恕了耶，我们就来饶恕他们吧，他们已经脸红了耶，他们都全部都脸红了，赶快饶恕他。不错哦，那我能得到多少呢？你输了 Lancer， 你什么也得不到。这敌人真的也是就是笨笨的那种感觉，傻傻的、啊、不行，好吧，回火箭二货们，你才是二货啊。嗯，更多的按钮，好，我们要踩，快速踩，都踩都踩。诶，有顺序吗？诶，有诶，它有一个顺序。好，就这样，它真的是随便踩就可以了。哦，找到了 Lance， 不是 Susie。哎、欸，给我开门啊！你这蠢门！哎、欸，你们来了，我们刚刚担心死你了。你之前是怎么通过那排刺的？啊，我直接踩过去了，但这门就烂透了。别担心，苏西，我们解开前面的谜题后就能打开了。好极了，你们搞定后就告诉我。解开这谜题需要你的帮忙。有时候我们三人互相合作才能前进啊，更不用说只有 Chris 能够封印黑暗喷泉，所以如果你不和我们共同行动就没办法回家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得不跟着你们两个？是的。我们就速战速决吧。哎呀，苏西回来了，音乐起，老师音乐。
真的有音乐，真的放音乐了。这个加入怎么这么酷？加入这么酷，好，又来一次，拉开了好长的距离，以至于没人说得准他到底是不是在对无理。怎么那么好笑？那音乐，那个老师，音乐老师怎么那么搞笑？好，所以我们要解开更多的谜题，是这个吗？一个，一二三，还是三个人都要站在一起？嗯，它的顺序是什么？看不太懂。一二三，哦，三个要一起踩到，好，这样就打开了。哦，所以他才说三个人才能完成这个谜题啊，三个人才行。好，我才意识到苏西错过了教程。下场当中我们要教他如何行动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这样做的。诶，前面有一个，他是罗伯敦吗？他在罗伯敦吗？我可以不理他吗？不行。诶，站到了，跳起猛烈的攻打过来了。我们行动，对跳棋使用，我们来称赞苏西好了，称赞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你命令苏西对敌人说些恭维话，诶，不是称赞吗？我们不是说称赞吗？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这样做？他攻击我们，那就在他动之前就揍扁他吧。哦哦，你瞧苏西，他看起来人畜无害啊，他很可爱啊，他甚至一个一直在踢腿的一个瓶盖还是什么硬币，他很可爱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嘿，小家伙，我真的很喜欢你脸上的斧头。什么？哦，从他脸上砍上去了，伤害630，他的伤害怎么那么高？我胜利了。可是我没有获得经验值，他一刀就把人家砍爆了。苏西有够强的，他的伤害有够高的，好可怕哦！这里都是一个告示牌哦，我偷偷溜过来立了这块牌，好吧。